绿秀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康丽雀目前为止呢，在我们台中市的新德老人呢这个看护中心哦，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呢是台中市优越歌仔剧团哦，他们呢利用假日的时候呢，然后呢到了新德老人照顾中心来做呢这个歌仔戏的义演。我们看现场的老人们都非常高兴的看了这一出叫《折扇舞娘》的歌仔戏。优越歌仔